小朋友们，你们好，这是你们的第二件圣诞礼物，对吧？这是什么东西啊？ Super Y。 这是 Super Y ABC Letter Game， 这是一个 Letter Game， 对吧？好，那现在我们把它放平了，然后我们把它拆开，好不好？这是谁送给你们的呀？圣诞，圣诞老叟。谁能告诉我这小帐篷是怎么回事啊？是太。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啊？Spinner。能说中文吗？就是你能用这个玩。这东西中文叫转的骰子，知道吗？这儿有四种不同花色的牌，后头都有一些文字游戏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字棋，你把它分这四个种类分出来好不好？这就是这个棋的四个角色，对吧？这是 Princess Presto， 这是 Super Y， 这是 Wonder Red 是吗？这个叫 Alpha Pig。阿尔法猪，这是 red， 这是 red，Wonder Red， 这是 Princess Peach， 这是Super Red， 这是 Pig。那没有 Waffy 呀、啊、？Wobster 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那个 Super W， 是吗 ？Super Reader， 那你能给我唱一下这个 Super Reader 的歌吗？好，你们归类好了这四种牌了啊，咱们把它放到这个棋盘上。哎，我看见我了。好，我们现在要开始玩这个游戏。这游戏基本上就是说，你拿这个子儿，然后拿那个转盘转，转到几就往这边走。比方说我走到这儿，那我就要拿一个这个叫什么 Princess Presto 是吧，我就要抽一张他的牌，然后看里头的那些问题，回答正确了就能把这个牌留在你自己的手里，然后等咱们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就看谁的手里的牌多谁就赢了。这都是文字游戏，对吧？好，琪琪你开始转了。这是 Start Again。 对，这是 Spin Again。 这是 Spin Again 就一点 Spin 好吧。嘿、hey.好吗？抄吧，不是，弄吧。多少 ？Four。好，走 four。1, 2, 3, 4。好，那你要抽一个多少 ？Super wide， 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Point to the word。On the board that matches this picture, clue the word starts with B.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Bill。好，那你怎么 point 它呀？在这吗？对啊，找一下哪有 Bill 啊？这。哦，找着了。好，小琪琪，一张卡。有Super Y的卡，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脸。Four， 你也是拿 Super Y 对吧 ？1, 2, 3, 4。好，让他自己抽。哦，这是什么 ？Point to the word on the board that matches this picture。这是个什么呀？陀螺。陀螺用英语怎么说呀？塔。Clue the word ends with P。哪个是啊？Yeah， 对，陀螺在英文里头是 top。Keep it， 我能给你弄吗？现在你得要弄了啊！好，你拿着。我赚了这个多少？三 ，1, 2, 3。所以这是一个 Princess Presto。我看这写的什么 ？Point to the first letter in the word。It's me。The word starts with H。
这是个帽子，对吧？所以这应该是什么呀？是个 hat， 对吧？我看看，所以这是个 hat。hat 的 first letter 什么呀 ？H。所以我就拿了这个卡了，我也得了一张。现在是你。哇，好潇洒 ！One。为什么 ？Running was down. Oh, hill. 我看着写的什么 ？Rhymes with drill. Say three words that rhymes with hill and drill. 还有什么呀 ？Mill. 对，有 mill. 还有什么 ？Hill. Hill 有了，它这儿有 hill. Oh. 有 mill. Bell. 对吧？还有什么 ？Sail.Sail 是什么 ？Drill. Sail 就是东西，这也是。所以你找了一个 sail 对吧？窗台还找了一个什么呀 ？Bill 就是账单还有一个什么 ？Mail. Mail 好，非常好，来，你拿着这个。Mail 是那个磨坊。你再来一个。spin again.Spi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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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好。One, two. Alpha Papa Pig. Alpha Pig. Alpha Pig. Alpha Pig. 我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Point to the uppercase letter that matches. 这是个什么呀 ？T. 那你就 point to the uppercase letter. 对，它的大写就是这个 Z， 在它指一下。好，这个容易，你可以拿着这个了啊。该我了是吧？这是我的卡吗？那这是我的。那我的呢？好，在这儿。好，我来啊。Four. 一二三四。Crystal. Point to the first letter in the word. The word start with A. Apple. 哪有 apple? Oh, first letter of the word. 那就是这个，对吧 ？A. 好，我得了这个卡了，该琪琪了。哎呀，琪琪拿了一个卡，这是。Point to the word on the board and make super wise silly sentence make sense. The bird sleeps in a pan. 哦，他在一个炒锅里睡觉是不对的。Clue: the word ends with T. 他应该是在哪儿睡觉啊？说起来，我看那是什么 ？Nest. 对了，在鸟巢里头睡觉，对吧？好，好，你 keep 一个。妙妙，该你了。三，三，头顶，你们怎么每次走都要把我给踢边上去啊？你弄了一个啥 ？Wonder Red。好，你搞我了。我看看 Wonder Red 是什么啊？你搞我了。我看。Bag rhymes with flag. Say two words that rhymes with bag and flag. 还有什么什么 egg? Rag. 还有什么 egg? Rag. Rag. 什么叫 rag 呀？你知道吗？那就不算。还有什么 egg? 所以小妙妙。你看想了半天这个没有想出来所以这张卡它就得不到了好吧就把它放到最底下去啊好琪琪这是最后一个了我们都已经到达终点站了哦真是一 A 他还有机会再拿一张卡但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啊
Oh, point to the word on the board that makes supervised city sentence make sense. The dog is bright. The word starts with S. 什么东西是亮的呀？ Yeah, the sun is bright. Correct. 好，你可以拿了这个了啊。还是我的吗？好，不，对，你再来一个。因为这个不用你随便你。好二，你不管走哪个，你都到终点线了。所以，好，咱们数一下咱们自己的手上有几张牌，好不好？嗯。我数一下我的，一二三四五张。你有几个，妙妙？你有四个，我有五个。奇迹呢？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哇哦，你有七张啊！好，小朋友，那我们这个就给大家，介绍完这个游戏怎么玩了。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好玩。好，没关系啊，输赢都无所谓，好吧，妙妙。好，等会儿咱们接着再玩，好吗？嗯。嗯，这游戏确实挺好玩的，也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学，一些基本的单词，好吧？好，跟这个视频前的小朋友们和叔叔阿姨们，还有哥哥姐姐们说拜。Bye